请个外国老婆，你吃得消吗？盘点那些令人秒懂的瞬间。足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说书主吓了一跳。我乃辽北第一狠人范德彪。彪哥腿咋的了？别问彪哥事儿，卡的。这是我老公的好兄弟老婆，但是给他猜多少吗？五万。这是我老公的未婚妻，前两天给他猜的多少呢？18万8。我的彩礼你们都知道是200，对吧？哎，他们家彩礼就200，要不你退点给我吧。那你请个外国老婆，你吃得消吗？出差一周，提前回来给老婆个惊喜。阿珍爱上了阿强。这个男人啊，他在你面前越色狼代表，他越爱你。因为呢，只有当一个男人他真的爱你的时候，才会在你的面前表现像一个大色狼一样。你说不爱我了？没有啊。那啥好了，跟媳妇说没睡觉啊？就怕打扰你休息吗？啊，是。前一阵在床上穿裤子，现在不穿了，开始敢分被睡了。那过两天是不是得分房啊？我不管，先被你。女施主切莫慌张。好点了吗？猜一下哪根最短？我操！别个笑！干嘛？大白天你要干嘛？你不是冲我来别动我脑门啊？我就是冲你来的。我在你们心目当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啊？印度的微商，非洲的经济，美国的钻石，俄罗斯的皮，中国的高铁呀。什么意思？邋遢，穷，懒，脾气差，快。阿姨，房租该交一下了啊。哦，好的。你租了我8年的房子，我今天终于把房贷还清了，谢谢你啊，阿姨。晚上请你吃饭吧。不用了，今晚老何约了我看电影。我爸老何吗？对呀、啊，这8年的房租都是他帮我交的呀。电梯停电了，只能走楼梯。回家，回家。哎，如果我要有外遇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要有外遇了？啊。就你那两下子。啊。你可别在外国就挨了。我哪两下子？哪两下子？哈哈。有些事情真的假装不能外扬，知不知道？什么意思？我不行啊！啊。想谈恋爱，妈妈说就让他来。有。你还没好吗？你管灯啥子？有人。我要给他插秧歌呢。再见，我的爱。哎呀。哎，我来教教你怎么帮他。大梅，こんなことしないで。不做一手拿手好菜，怎么征服你丈夫？砸盘子，砸盘。大梅，什么不要？家里干净整洁，对男人的运势很重要。すがれでよ。我现在体力不行了，没有年轻的时候好。要不这些活都不用你干。我回来了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哇，家里这么干净。我都想挖死过一。
ありがとう、お父さん。